我可以的蔡明佑是19岁青涩的，然后没有音乐我不知道做什么。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。音乐是我心里面那些没有办法用说去描述的感觉，一种展现方式。我觉得在一阵没有方向感的状态中，你的心里面会有一个声音告诉你，你接下来的方向应该是什么。我多么想每一次做音乐就是我很重要的一个方向。